下，去年我们在给大家开 Z 系列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啊，如果看剪影的辨识度来说，那么努比亚呢绝对是最突出的，没有之一。因为其他所有的机型呢，一般来说都会有一些圆角处理，唯独努比亚从正面观感过来，两边啊是一个纯直角的，上边、下边都是直角。但是在边缘的位置呢有很大的弧度，所以这样的设计在目前市面上的各大品牌里面都是绝无仅有的，非常罕见的一种设计。那么除此之外呢，原厂有贴膜，上方呢有个小小的开孔，并不明显。咱们来看一下背面，这次的背面呢，个人觉得既有低调内敛的方面。